民国奇女子董福军珍贵老照片，第一张灵动美丽，最后一张温婉知性。董福军1900年出生于上海一户贫寒人家，家人自幼生的容貌清丽，人称小西施。董福军的父亲虽是拉黄包车的，家里也过得极为拮据，所幸的是父母十分的通情达理，他们辛苦的供女儿上学，董福军也聪慧伶俐，颇得赞赏。后来董福军的父亲得了伤寒症，一家的生计无法维持，13岁的董福军被送进青楼卖唱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她越发的美丽动人，眉眼神色里皆是坚毅。15岁成为夏之时的妻子，30岁家暴离婚，后半生成为了商业大亨。现在来一组董福军珍贵老照片，一起见证这位民国奇女子。民国的上海滩英杰辈出，董福军更是堪称奇女子。回顾她的一生，作为一个被卖入青楼的卖唱女，一个革命军阀太太，一个日本留学生，一个勇于提出离婚的自强女性，一个上海滩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一个单身母亲，一生极为的坎坷。正如董福军所说，我从未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，不因不冷落而怀疑信念，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